昨天，教务突然的决定到这里来，我们相见，所有的同事见面非常难，好几千，反正这个有缘的同事们这个见面，然后这个聊聊天，这个介绍人，今天来的人里面，可能有信佛的人，半信半不信的人，非佛教徒的人等等，可能会有，给你们大家说一下接触佛法的好处。一般来说，全世界人，包括这个所有的众生，愿望是离苦得乐，过的这个幸福，过的安乐，包括人力，包括畜生道要，所有的愿望是这个一样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读书到工作、智慧发展、科技成果等等，要为了这个目标奋斗是。物质的这个条件、智慧的发展、科技的成果。会给我们这个带来一部分的这个减少痛苦、幸福和安乐，一部分是这个能解决的。这个很多人还有说个人痛苦、不安乐、孤单啊，然后社会上有这个不团结、不和谐、战争等等，原因是很多很多有。其中一个重要是所有的人的这个愿望是脱离痛苦，希望得到安乐，过上这个很好的日子。做的时候，自己这个过得安乐，自己不要有痛苦。稍微范围广一点，他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啊，这个不要有痛苦，过得安乐一点。因为欠人力啊，想的很少，因为这个原因，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有痛苦、不安乐、孤单，社会上要不和谐，很有矛盾，很有战争呀，因为这个引起来的。真正的不学佛，要了解佛法的话，可能这辈子过的这个幸福和过得安乐的方法，可能很多能做到。佛法里面教你怎么跟人对别人宽容，对别人这个能理解，同事之间要怎么忍辱，家庭之间要家庭里面要怎么互相的理解宽容啊等等，要佛法里面找到很多答案。希望以后这个进一步了解佛法，达成佛法来说的话。所有的众生有这个慈心，这个慈心的意思是所有的众生希望这个过得安乐，过得幸福。悲心是所有的众生脱离痛苦的心，悉心是所有的众生这个希望不离安乐和幸福，实心是所有的众生平等的对待。比方说这个慈心也好，悲心也好，实心也好，所有的众生平等的对待的话。自己要带来安乐，欠人力要带来和谐和平衡，在佛法里面很多这样的方法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希望大家了解佛法。学佛人不用说了，不学佛的人要这个，欠社会不用说了，这个一个家庭和谐要这个了解佛法的话，对你这个过得幸福和安乐的这个方法，可能很多佛法里面可能有，因为以前佛法接触过的人，成功说了，以后真正的不学佛要，了解它，比你这个这辈子安安乐乐、幸幸福福的过一过这个日子要，这个方法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希望大家将来一定要这个了解佛法。第二次，我们佛法这个沿袭到现在，2500多年了。传播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全世界传播佛法那么大的这个圈子里，这个那么长的时间，佛法存在要，它一定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和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一定要将来这个研究佛法是很重要的，不用说了，这个藏地这个。1000多年到现在，这个从来没有断过佛法，
汉帝啊，很多比方说唐朝，然后清朝，到现在不断的有的这个原因是它有这个对人类带来好处和人类带来安乐，那么好的东西，这个一定要不要忽略了。我要常常讲，我的智慧是超越了我们所有的人写一部《金刚经》，能不能写出？我们可能慢慢思考一下。不用说《金刚经》，比方说《心经》200多次，我们所有的人讨论一下，自己个人不用说了，我们大家讨论这个写一部，我想不可能的事。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佛是超越了我们智慧，不用说了，100多经的这个大般若经，应该值得去研究佛法和这个往这个方向这个努力。希望将来，研究佛法的时候，可能这个一下子，不用说这个，比方说大般若经、大庄经啊，这等等这，包括这个《金刚经》《心经》《无量寿经》《观经》啊等等，要这个一下子了解这个确实很难。这不用说了，你们刚刚接触佛法的人。我从十几岁开始研究佛法的人，不用说这个其他佛经，这个心经里面的这个从头到尾我讲一遍，要确实难度特别大，所有的了解是可能非常非常难。我们难才学习，我们懂都不用学了。你们读学校、中学、高中、大学时候，你们不懂才学的，懂的话你们不需要学。一样的道理，我们不懂才这个，我们好好的学习，懂的好不用学了。以前的高僧这个写的论，包括现在要比较通俗的形式来，佛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很多很多有，希望大家将来了解佛法，可能这个学习就心佛，故意不是自己这辈子过安了，过了心佛的一个日子，要研究佛法是一个值得的一件事。佛法里面人天成，人天成是意思是这人，比方说心善，做人和人之间这个怎么关系，然后调整这个自己的行为，不如法的行为是你要这个减少，你如理如法这个行为是积极努力，心理角度来说的，你恶念的这的心这个一定要减少，比方说贪、嗔恨、我慢，怎么可能减少？然后这个心善的方面比别人善良等等。佛教里面讲的人天成的意思，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社会这个有用的一个成员，最圆满的一个人，怎么做的？佛法里面人天成里面讲的特别仔细的，这个以后希望通过看诵文字来了解。好人的这个原则是善良的心，为什么善良心？善良的心的话不会伤害到别人，怎么做一个善良的人？佛法里面讲的特别清楚的。世俗的人、社会的人是能干，能干也不一定好人。能干里面有好人，有时有能干不一定好人。聪明好人，这个聪明里面好人有，不一定聪明就好人。比方说，这个你有钱好人，这个有钱里面好人有，可能不一定有钱就好人。有权利这个好人，有权利里面有权利里面好人，有时有，不一定这个有钱就这个好人。真正的好人是善良的心，善良的心的话，这个不会这个行为上要可能不会这个伤害到别人，比方说杀生，然后包括偷东西、大妄语、恶语等等，要好人的标志是善良的人就这个好人，这个有权利要不一定，有聪明要不一定，有钱要不一定，这个要可能佛法里面讲的特别清楚。自然有些人认为是这个，我是善良的人。做个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了，我可能以前要问到，你平常打不打网瘾？不打网瘾，现在似乎很不下去了。哎，这你善良的话，可能你偷不偷东西啊？不偷东西，不偷这路是要没办法，可能工作下去了。善良的人，我们这个定位不一样的，佛法里面这个讲得特别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了解佛法是还是值得。佛法里面讲人天成，你们这个记住，叫人天成。怎么做一个好人？这个里面讲的特别清楚啊！你们这个一定要了解，智慧要这样做一个好人，了解佛法是必要的一件事。
第三，这个从人天秤的这个基础上，又脱离轮回，脱离轮回不一定能听得到，又解脱。解脱的意思是什么痛苦都没有，可能真正的彻底向解脱逃。我们可能这个人间很多痛苦，比方说其他这个畜生道不用说了，马牛羊鱼啊等等，他们痛苦我们可能亲眼看见亲眼听到不用说了。我们人类啊，大家都可能应该很多经历过生老病死的痛苦，还有可能包括罢苦啊等等，所有的人身体要慢慢有皱纹，头发又白头发，然后妈妈带牙齿，妈妈身体要变形，这个等等，妈妈老了，这个自然规律没办法的一件事，这个要一定要会痛苦，还有很多病，各种各样的能治病治不了的病，很多很多，有些人有经历过，有些没经历过，最后天下所有的人这个必须这个经历上的这个生命结束，死亡的恐惧是可能到老的痛苦，病的痛苦根本没办法避的，一定要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等待这个事的，因为这个的原因，哎呦，确实出生倒不用说了，对一个人生要太痛苦了，然后希望想要彻底脱离痛苦，佛法里面有解脱道，解脱道是小乘、大乘、金刚乘，可能等等要给你们讲起来比较复杂一点。小乘是出离心的这个四次下，然后学习的话，这个是小乘；菩提心的四次下修行和学习的话，这个是大乘。快速的脱离解脱的这个方法，金刚乘里面有。第二，这个人间是太苦了，这个。然后彻底脱离痛苦，要方法在这个佛法里面解脱道里面有，还有可能这辈子过得安乐和快乐不止，还有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快乐的同时痛苦，快乐的同时这个还有很不愉快，彻底脱离痛苦要佛法里面有解脱道，真正的进入佛门这个学习的话，这个从皈依做起，修小乘，修这个大乘，修金刚乘，这个有很多人认为是这个，哎呦，皈依了这个，皈依的好，这个很多戒律，很多耶稣，哎呦，可能这个很难做到。我要一天一道过，很多这样的，你们这个里面也会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问题，一般来说，佛法里面你强行制定一个戒律，制定一个耶稣不是，一般说佛教给你，哎，这个做的好，可能比方说你偷盗的好，可能这个。结果不好，你杀生的好，你将来这个一定要，你可能结果不好，能做到的好，可能你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佛这个真相可能告诉你，比方说春天的时候种一个青稞，秋天的时候然后有结果出来了，一样的道理，你种下这个不好的种子的因的好，以后这个不好的结果，希望你们不要做，不是佛可能必须这样子做，没有说过，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医院的医生说，哎，你有糖尿病你不要吃甜的东西，你这个血脂高不要油的东西你这个有痛风漂绿高的东西你不要吃，医生告诉你了，按照医生告诉我，我们不吃甜的东西，不吃这个油的东西，不吃漂绿高的东西，希望这辈子健康的身体过一过安乐，因为这个原因医生告诉你这个吃了就对你身体不好，按照这个去做的话，这个自己会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有的话，可能幸福的生活这的。你不听医生的话，你甜的东西要吃，油的东西要吃，漂绿挂的东西要吃的话，你一下子有这个身体不健康了，有可能糖尿病发作的引起很多种病，这个然后吃油的东西吃的好，可能落血上等等。成为你不健康的身体，不健康的身体可能这个没办法过幸福的生活，一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哎，你这个不要做，做了就你可能一定要，可能这辈子要不幸福，下辈子要不幸福，你不要大妄语，你大妄语的话，你可能这辈子要可能会不相信你，还有可能这个慢慢就可能下辈子要你可能会有这个不好的因果的，你不要杀生，杀生的话，可能人杀人不用说了，
杀其他的动物杀妖，可能一样，他们要感受痛苦，希望得到安乐，一样，他们伤害他，这个你们可能慢慢慢慢就你可能身体不健康，将来不成熟，来世要你不好。刚才这个医生告诉我们不要吃东西一样，释迦牟尼佛看到真正的真相，你做这个酒，你可能对你不好，错，可是这个你能做到的好，不要做了。做不到呀，可能强行你必须这样子，没说过。很多人认为说佛教是强行，可能不让，这个没有。佛教是最民主，释迦牟尼佛是最民主，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就这样子，从来没有强行过任何人。释迦牟尼佛医生一样，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怎么东西不能吃，怎么可以做，怎么可以不能做。释迦牟尼佛也是，信佛的这个生活的话，你可能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你做你对你不利说而已，这个没有必须这样子能说。这个有很多人有误解，因为这个原因，我告诉你们，释迦牟尼我从来没有强制要求这个任何人这样子。进一步这个像皈依的人，这个皈依的条件，相信佛法僧三宝，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就可以皈依了，这个能做到的话可以皈依。你不相信佛法僧三宝的话，你形式上皈依等等呀，可能没有用。然后进一步，这个我们可能怎么做，怎么做能做到的话，可能以后可能一步一步来。比方说这个不打妄议，能做到的话做，又做不到的话，暂时等一等，皈依以后又进一步，明年、后年这样一步一步来。相信佛法僧三宝，有佛法僧三宝有信心就可以皈依了。皈依的条件这个就可以了，很多耶稣、很多戒律没有。我出了一本书《生命之初心》，里面这个生命的以后皈依讲的特别清楚，进一步这个里面了解也可以。今天这里相见圆满了，这个我也确实很高兴，希望你们身体健康，更加这个进一步可能你们接触到佛法，进一步进入佛门，希望大家这个吉祥如意。